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大家好，我是老金。我们家里没有酒，但是我们快递也送不到，那我们干嘛？我们找找我们家附近哪儿有一个好的一个买酒店。如果快递送不了，我就囤点儿，从我家我能走到这家店15分钟。来，在北方一般找一些好的干邑和白兰地就比较难。这儿我们可以看一看，它这边它是有本地能找到所有最传统和有一些比较有特的一些白兰地。白兰地是一个用水果蒸馏出来，然后不一定，但是最好是用一个橡木桶陈年的一款酒。用什么水果你要看是什么地区。白兰地啊 VS 一般是2年在桶里， VSOP 一般是4年在桶里，XO 一般是6或者10年，你要看地区。干邑是在法国的西边，然后亚马逊是在法国的南边。我们先说干邑，然后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那个蓝带，但蓝带有点贵。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对，蓝带公敲 ，OK， 所以这个比这个贵500块。但是他们喝起来差不多。那个有大面子，你看这个哥。哎，这个真的有大面子。我有一次，我北京的一个朋友，一个厨师，他做了鹅肝，然后他泡了蓝带，泡了2周在冰箱里，然后他起来了给我吃，放一点点盐在上面。哎呦，我的妈呀，好吃，好吃！我们有路易13，我有好贵这个。这是洋溢，他们的味道也是更丰富，但是不出名。一个法国人要喝白兰地，他们一般的话他们不会喝干邑，他们会喝什么？洋溢好喝，性价比高。我喝过可能50多款 Grappa， 跟很 low 的白酒一样，我就哇。